郑爽模仿太阳女神，生图很美却被脚上鞋子抢镜，网友是我眼花了。郑爽可是我们很熟悉的，18岁就成名，随后也是出演了很多备受大家喜爱的作品，而且即便是低迷了很长时间，但是再次活跃依旧是备受大家的关注。最近这段时间，郑爽也是参加了很多的综艺节目，和张恒公布恋情后，两人就参加了女儿们的恋爱，只是收官时候张恒没有出现，合照没有郑爽也是让我们有些迷茫了。而郑爽现在营业真的是很频繁了，最近模仿太阳女神更是上了热搜的。这次郑爽就是穿了一件白色的连衣裙，而两个小辫子看上去可是相当的可爱，即便是在路人镜头下颜值也是很出众的，就像是少女一样。只是这次郑爽的身边没有了张恒的身影，而最让人意外的就是郑爽脚上的鞋子了。本身天气就已经变冷了，而郑爽穿的还是一双凉鞋，从身图可以看到郑爽的鞋子其实有点小了，看上去脚趾都是直接踩在了地上的。不少网友看了直呼是我眼花了。